独乐乐这边，黄明昊第一个选择了独乐乐，所以黄明昊是队长。你就自个儿鼓掌。我是队长，没事，无所谓。独乐乐这边的规则是，所有的决定全部是队长说了算。接下来我们将依次上菜，每道菜都是盲盒，选择吃或者是不吃。如果是好吃的菜，我可以一个人吃，他们俩都不吃。对。你看那个样子，哎呀，而且还能指定他们怎么吃。对，一边跳舞一边吃，一边做俯卧撑一边吃，一边劈叉一边吃，都可以，因为你是队长。你听听，黄明昊只是当个队长。周扒皮都管你叫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俩知道了吗？他要管你们了。嗯，干什么？他是你俩老大。谁是我俩老大？他是独乐乐的老大。你们都要听我的，我乐乐，我乐乐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怎么做老大？